把黑乎乎的厕所当厨房，洗菜、煮菜，通通都在马桶旁。不过，这在大陆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外卖平台乱象当中，却只是冰山一角。而且，用公厕当外卖餐厅都能够顺利审批通过，只需要3天便可以拿到营业执照。这不仅让人傻眼，更让人担忧。厨房就在厕所里，马桶和食材共处一室，这样的环境下做出来的食物，你敢吃吗？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想象，而是最近中国媒体报道披露出来的可怕一幕。而且这家位在广州城中村的餐馆早已经加盟饿了么、美团等外卖平台，网友不禁大呼恶心。是，而且是相当的恶心，就不说送外卖了，那就正常这些所有的这些餐馆。有几家有健康证呢？他每一家那个不是用的地沟油呀，这种添加剂，那种添加剂。广州传媒去年暗访当地外卖平台加盟餐馆系列乱象，引起舆论轰动。一年过去了，记者是再度暗访，各种乱象毫无改善。不仅如此，记者用眼前这所公厕作为地址申请开店，3天之后竟然也能通过网络上的审核流程。同时，外卖代开中介还送上了一份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讯息等材料，并指导记者如何应对实地审核。据称，实地审核是外卖开店的最后一个步骤，但实际上是形同虚设。即使没有营业设施或担心店面不过关，只要给来审查的人200块钱的红包，编个理由就可搞定。这些城中村的店家脏到连外卖小哥都看不下去，虽然他每天送出300多份的外卖，但有时还是忍不住奉劝顾客不要再点了。有网友感慨，这是有钱能使官推磨，人民网也忍不住发文喊话，监管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才会导致这样的荒唐事。就是认钱嘛，有钱啥事都能办，他才不去监督呀或者审查呀，没有什么健康证呀或者其他合法手续，他才不管呢。而且你像这些官员吧，吃的都是特供食品，什么毒食品啊，或者是脏乱差的啥，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没有必要去关心嘛，只要把钱搞到手。在中国呢，我们都知道，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很多的方面，他们执法确实是不严。可是往往由于涉及到政治方面的，他管得特别严，落实得很到位，这就所谓中国特色。这件事也算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光明的。事件中的道德问题也引发讨论。有网友说心比厕所脏，另外一名网友则认为这是没有底线、道德丧失的中国人。一方面缺乏法律，一方面缺乏信仰的支撑，那这个所谓的道德伦理呢，它就不成所谓真正的道德。有人在场，我就要这样做；没人在场呢，我另外就做一套。他们心中啊，对这个道德呢，缺乏敬畏感啊。道德之所以之为道德呢，因为背后首先有道，才有德。他不相信那个偏道，他的这个伦理呢，他也不可能能失守得好。中国自由撰稿人朱星星就表示，中国社会到了今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。为什么没有信仰？是号称无神论的中共让好的信仰没有传播空间。据称，事件曝光之后，广东省食药监局介入调查，并约谈了美团、饿了么等网络外卖平台，但是外界似乎并不看好。都没办法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告他们，也没办法去管到这帮人，你去投诉也没有用。他上面的那些所谓的上一级的监管也行，机关也行，也是靠下面这帮人养起来的。一条腐败链是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在循环的。国内那么多贪腐，多了一个反贪局就多了一巡贪官，多了一个监察局又是多了一巡贪官。所以这是没有用的，还是过去那句老话，一党独裁遍地是灾，要从根本上解决整个体制，要彻底改变。有北京网友模仿有关部门的口气调侃，监管难，人手不够。一位厦门的网友则说，监管人手够了，收的监管费就不好分了。新唐人记者陈汉、王子奇采访报道。